请您欣赏相声《爱情传奇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还有没有啊？今天开箱演出，人家没白来。嗯，送礼物是。我要批评他们送礼物的人。怎么？你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情何以堪？嗨，但是这个点儿出去买去也不现实。那是，好容易进来了，你再出去座儿再丢了。别去，所以说千万别去。嗯，走的时候把钱放在凳子上。哎，这什么人性？您这过年了，嗯，很高兴。今天叫开箱。对，什么叫开箱啊？嗯，当年曲艺界没有这个说法。哦，这是人家戏班的说法。是，大年下咱们演完了，所有的服装全部装到箱子里，嗯，贴上一张封条。哦，把箱子封上了。嗯，咱们休息了，不演了。哎，初一的时候再打开。嗯，再开箱。开箱，啊，曲艺说相声哪有箱子呀？哦，没箱，就一包袱皮儿。哦，裹了仨大褂，全部的产业，哎，对，太借了这么一个说法，嗯，通知大伙儿，今天开始我们又说相声了，另一年啊，嗯，过去人一见面讲究拜年，是保全拱手，您春节快乐，是列位记住了，一定要左手压右手，哦，这是有规矩的，那当然了，嗯，君子居则贵左手，哦，就是平时啊用左手，嗯，右手有力气，是打仗的时候用兵刃都得拿右手，哦，端着刀。嗯，拿着宝剑，嗯，用右手练，左手压右手，代表的是和平。哦，哎，所以您记住，一定要这样，不用武力，左手压右手，嗯，右手压左手，那是白事的时候。哦，这也有规矩。哎，出殡吊孝的时候，啊，于老师，你，哎，我呀，怎么老是我呀？这么好的人死晚了，啊，哎，早，早就该死，合着说这个意思啊啊。啊，这是些个老理儿，是今天又开始说相声了，是来了这么些人，好几千人，嗯，起满坐满，不少，我很开心，嗯，这个春节把我累得够呛，啊，对，净演出，你想啊，春节前天天这儿忙那儿忙，嗯，我们有句不太能上大雅之堂的话，叫说累得跟孙子似的，有这么句话啊，忙到大年二十九，嗯，春节这十天行，哦，累得跟儿子似的，哎，这好，长一辈儿，就说是呢。为什么呢？迎来送往，亲戚朋友也多。嗯，一天到晚的。那天带孩子上家去了。嗯，一看他儿子，我打心里我，哎，哎，你这么难受干嘛呀？他现在他真认为你是他父亲了，关键压根儿就我是他父亲。好吧，好吧，希望对孩子好一些。啊，这不用您祝福啊。这孩子在他们家受不了委屈，那肯定是。这是有钱的人家，不敢这么家大业大，嗨。有的是爸爸，哎，爸爸，没听说过老话吗？老话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家大业大，那叫有的是骡马，不合辙。你这个怎么不合辙？阴阳赏却讲究四声啊。家大业大，嗯，有的是，嗯嗯，哎，你瞧这个音合适。你看，您还把人抄了去啊？家大业大，有的是丝袜，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要那么些丝袜干嘛？家就是找这个音啊，家大业大，怎么着？有的是滴蜡，哎，喂嘿，你非让警察给你弄进去就完了是吗？警察给你弄进去，反正是家里有钱，哎，谈不到有钱，大户人家，不敢说，不光有钱，而且家里边有身份，嗯，还有身份，包括咱们瞧人家教育孩子，我都觉得是这份的，是吧？啊，今天后台也来了，啊，带着儿子，那啊。三口人都来，嫂子也来了。啊，嫂子很漂亮。啊，有朋友在网上或者电视节目上看过。哦，嫂夫人。哎呀，你馋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什么毛病这是？嗓子有点痒痒。但这时候痒痒，温柔典雅、大方贤淑，孩子也非常的可爱，都不错。我也不多介绍，都知道，叫郭小宝。啊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叫郭小宝像话吗？这就说明咱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。哎，对。什么好事儿这是啊？嗯，别看孩子才五岁，嗯，但是家教有方，哎，应该教育。谁看谁喜欢。刚才后台，啊，嫂子坐这儿，于老坐这儿，孩子跟这儿玩，是都爱逗他。嗯，过来，嗯，
小宝贝过来，是问你，嗯，爸爸喜欢谁呀？哦，孩子喜欢我啊，那是。妈妈喜欢谁呀？啊，喜欢王大爷。嗯嗯，王大爷像话吗？当时于老师把脸就掉下来了，是得说他呀。告诉你，哎，比爸爸小的叫叔叔。哎，嚯，还不止一个呢，是吗？我就说人家家教有方，没有这么教育孩子的，真挺好啊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嗯，实话实说，嗯，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不能这么说，台上是好伙伴，台下是好弟兄，哎，好搭档，跟我的亲哥哥是一样的，哎，关系就到这儿了啊。包括我人生道路上，嗯，很多都是他教会的。您这太客气了吧？你也是实在人。不，这叫什么话？您怎么叫我教会？就是现在一晃啊，我都这岁数啊，啊，奔四十的人了。嗯，一回想我们当年，我认识他那会儿才二十岁，啊，小呢，二十，他比我大，他二十三。对，那会儿人家就在我们这行业里边凤毛麟角、出类拔萃。有什么呢？我们都捯饬的跟老头秧子似的，干着传统艺术，一天到晚的穿双布鞋，来对襟的褂子。对，人家那会儿那穿着刺儿啪的。时尚一点，那是老北京话，说人穿的讲究叫刺儿啪的。哎，有这么句老话、啊、牛仔的衣服，嗯，头发烫成那样，那时候就叼着烟卷拿瓶啤酒啊，这三大爱好嘛，抽烟喝酒烫头。哎，好、啊、那时候就有戴着大金链子，呵，大钻戒，哦，伊拉克的啊，不对，伊拉克的像话，叫什么？一克拉的，一克拉的哈。对了，我记得有个伊拉克啊，那扎手指头啊，限量版的啊，没有限量版的。那会儿他比我们大一点，二十来岁出头，二三。嗯。那时候这瘾就这么大，我，咱们看着都羡慕啊。这就羡慕。好家伙，一根烟啊，这一口都抽到过滤嘴了。哎嚯，这得多深的气儿啊，这个。哇，好厉害！这就没就跑，他高兴，再给来一个啊！好家伙，哦，这行，吐出一圈来。哦哦，烟圈，太厉害了！嗯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还抽啊？等着，嗯，哎呦，哎呀，我，哎，我这把昨天饭勾出来了，这个。太卖力气了，哎，对了，禁不住捧我这个、太卖力了、啊、喝酒啊，一整天不喘气儿啊，就灌下去，看着啊，咱都傻了，嗯，瞧人大哥了，哦，好，来一个，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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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下去了，嚯、哦，算是隔着得六斤，啊，厉害吧？嗯，哎，对，你就别勾搭他了，你这还往出拍什么呀？他不拍没事儿，这就是啊。那会儿什么不懂就问他啊。你想，小孩们都跟大哥哥玩啊。是啊，什么不懂就问他，嗯，向他请教。问我，他也很开心啊。啊，我还抽呢。去过歌厅吗？跟我请教什么呀？这是，咱傻了啊？他没去过。哦，我带你去。可能我常去。啊、去行吧？我这岁数，二十了，该去了。二十了，可以了。哦，走，跟我走。谁规定的？这是跟着去吧。嗯，坐十九路。哦，倒三十七。哟，倒三百，坐九三七，盘个庄下车。好家伙，买西瓜去了，是上歌厅了？这是晚上八点到了，下车啊，都黢黑啊，没灯。这儿霓虹闪烁。哦，有灯，翠沙燃歌舞厅。哎，还是西瓜，到库里头了。这是。我这什么意思啊？给我进来。哦，嘿，进来了、嗯、头回去歌厅。您呢？哎呦，震耳欲聋响啊。那是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就那儿至于吗？一进来站一溜小女孩啊。哦，穿着都很简单啊。什么叫很简单呢？烫着头啊，烫着头。哦，画着眉毛，画着眼。嚯、哦、都画到后头去。口红，哎呀、嗯、啊，站着唱着那个情歌，流行歌曲。什么情歌？都站着，我都傻了。怎么唱？不敢过去啊！啊，他来我来去去，大小伙子，站着，就是听听人唱唱。哎，这一溜小女孩，嗯，吃了一杯脑快的，杀了你的口味甜的亮。别唱了啊！
来一帮卖西瓜的，合着这人家当天有一西瓜派对。嗨，这就别弄派对了，主题节目哦，啊，就跟西瓜有关。找一干老人，我坐那儿吧。嗯，不敢说话。那是啊，他行啊。哦，哦，这干嘛呢？喝着去的。这是叫那里边那负责人。哦啊，打一个。过来，女孩，于先生好。认识我。有新来的女服务员吗？女服务员？哎，有，最近正实习的大学生。上这儿实习来？在英国哪儿留学的？嚯，留美的、留法的、留德的都有。你瞧，还有那个保加利亚的。保加利亚留学？哦，我要干嘛呀？有刘宝的？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？咱小时候看这电影《刘宝的故事》。这不挨着，叫个刘宝的来。刘宝的，一会儿过来了。嗯，先生您好啊。刘保定的这事儿。先生吃点什么呀？吃什么呀？高兴了啊！哦，正经保加利亚的。哎，这我也没去过保加利亚。走，你愿意跟我去喝一杯吗？嗯，退后了不？哎，还喝呢？不光喝一杯，还想吃驴肉火烧呢。哎，你想、嗯，我说还是保定的不是？嗯，俩人站起来，回头还告诉我。啊，小着点儿，小这个，走了哦，剩我一人跟这儿都傻了，不知道干什么了。那音乐咣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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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听不了。哎呀，看大伙儿跳舞哦，没来过这个地方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我是一个多么单纯、多么内向的人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嗯，不是，我就问问，当年是那样哦，嗯，现在不是了是吧？现在比当年还那样啊。所以说看着人跳舞的，嗯啊，我跟前有一姑娘跳舞哦，这脸这么大个儿。嚯，比我这脸还大啊！啊，体重我估计到不了300斤，200多斤，200来斤，跟这跳舞，大开大合，咱也不懂跳的是什么舞，反正是。哎，你瞧这姿势好不了，一身汗冲着脸上一道一道的。嚯，大黑脸蛋子一道一道的。哎呀，眼睛长得很好看，是吗？两只眼睛像月亮。哎，大眼睛，一个初一，一个十五。哎，一大一小啊，这样啊？呵，净冲人飞眼了，这个。搁这跳，我都看傻了。嗯，哦，20分钟啊！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姑娘过来。啊，嚯，你喂，想起来，于老师刚才教我那话，我能用上了。跟他说什么？过来，嗯，你愿意去喝点什么吗？好，好啊，行，快去啊！哎呀，好，轰出去了是怎么着？我都快吐了。哎。看他能至于这样吗？走了啊，坐在脚上咣叽咣叽听着音乐，还响，震耳欲聋。哦，迷迷糊糊我就睡着了。哦，俩多钟头，于老喊我起起，叫你，叫你来玩来，上你睡觉来了。嗯，我新交女朋友。哟，我一看，嗯，月亮。哦，就是那女的啊，正看我呢。呵，真客气啊。嗯，嫂子好有特点。我嫂子呀。哎，打这儿起你们俩人就越来越好了。我跟他呀，那个年头还不兴这个呢。哦，现在知道了。嗯，俩人那叫同居啊，那时候就开始了。这也对啊，先尝后买呗，是吧？什么词儿这是？俩人就回来之后实话实说。嗯，这个提前接触一下是有必要的，它有好处，为婚姻做准备。哦，通过接触发现这个女孩有这么三点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。哦，那您说哪三点？首先，嗯，他是个左撇子，他吃炸酱面的时候左撇子，这个说不过去。不是，无论这有什么说不过去，左撇子多了。左撇子吃炸酱面的有吗？左撇子吃炸酱面的也不少啊。左撇子吃炸酱面的是有啊，可那些左撇子都用筷子，他下手抓呀，是怎么着？吃的一脸都是炸酱，好家伙，何其壮观啊！吃完抹啊，嗯。气的于老师，嗯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我还喝，我不气，好家伙，我不气也这么喝，感情啊，嗯，这第一，第二呢？第二来说，这个人不厚道，怎么不厚道？于老师有一个干爹啊，你别往这儿拍行吗？你别往自个儿这儿拍行吗？哎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怎么没意思啊？我就有个苍蝇，哎，哪儿有苍蝇啊？于老师的有一个晃有什么呀？
你那儿说不让说？废话，你说的大辈儿这老往自个儿这比划。于老有一干爹啊，真是的，干的就不是亲的，多新鲜。但是老头对他非常好啊，之前总上家去、哦，但这个女孩不喜欢老头，不爱看，背后净说闲话。哦，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噩耗，什么噩耗？老爷子得了不治之症。哎呦，我见女孩我还给人道喜呢，道什么？这回行了，你熬出来了啊，老头离死不远了。你也是，女孩都不乐意了。你看这好啊，闭嘴！哎，少说这个，真是说多了就不灵了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。第二点就说明这人心不好，这不是咒人家吗？第三，手黑。怎么叫手黑呀、啊？于谦这落一苍蝇啊！啊，他拿报纸卷好了，啊，啪，当时就开了，一脸的血。报纸打一下不至于，里边卷一啤酒瓶子。哎，嚯，这开西瓜呢，他这你。所以说，啊，两个人在一块也就待了三年的光景。哎，我还真能忍、嗯、啊！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啊，是，终于分手了。哦，分别的那一刻，这个女孩也挺难受。你看啊。谦儿，什么人呢？说话声音粗啊！啊、哦，以后我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啊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太好了。我是这么想的。哪有胡子呀？女孩能有胡子？汗毛重，这也太重了，都能捋下来啊！对自个儿要好一些啊！山羊胡这是对自个儿好一些啊！分手了，我给你唱一歌吧。呵，大腰在冬季。大腰在冬季。轻轻的、啊、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哎呀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风雨中为我祝福，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都他妈垮死我了，你赶紧分手吧。走了之后，于老师其实刚开始心情也不好。我呀，坐在屋里边啊，嗯，脑袋都卷着那个卷儿啊，倒是气不直，这个啊，叼着烟卷儿，嗯。哪儿那么些格啊，我这是。你想自个儿这才这个岁数啊，我怎么就不得找一好一点的呢？那是啊，茫茫天涯海角，难道说就没有我自己的一个心爱人吗？不能够。过了不久啊，这年的三月份，哦，机会来了，有人了。三月份于老师出去踏青，哦，三月三日气象新，长干水边多丽人。这是杜甫的诗，嗯，说这个季节三四月份正好是出去玩的时候。嗯、对呀、啊，于老师漫步在某公墓，我这是玩命去了吧？这，哎呀，看着别人都上坟啊，自个儿触景伤情。哦，人人都在坟那儿哭，嗯，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这都不挨着这个，我怎么就联想不到一块儿呢？哎，这可不是想不到一块儿去吗？哎。寒露清冷霜染秋、哦、落叶飘零北风走，长空雁叫寻石偶，日照孤影上空楼，孤单哟。我这是干嘛呢？无意中一回头，发现这站着一个女孩。哦，可爱之极。漂亮吗？烫着头，叼着烟，拿着啤酒。这是夫妻相啊。于老师很开心呐。啊，走到女孩跟前儿。哦，我得展示一下绅士。我这还绅士呢，这个绅士很凄惨。哎，这好，什么绅士？站住了，叼烟卷也抽。女孩看着他乐，乐都不行了。喜欢我呀？嗯。哎，你为什么老看着我乐呢？啊，
女孩高兴坏了，你脚底下有屎。哎呵，我走之前看着点儿啊，我乐了，那还不乐？没想到啊，真好，真好，还好。那个，我叫于谦啊，介绍一下，嗯，姓于，名谦，字三样，三样，于三样啊，还是这三样。这三样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都有。女孩说：“哎呀，跟我一样，都一样。我也喜欢抽烟喝酒，但是很遗憾，烫头是我一个梦想。啊，你这不是烫着了吗？对啊，头套，哼，还不如烫着呢。摘了之后比我这个短点有限，还短。我戴好了啊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有共同语言了。是，别人都因为我这抽烟喝酒不喜欢我。哦，终于有人欣赏我了。我不在乎，太好了，于老师也高兴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认识你很开心。是，嗯，愿意咱们一起。”交往下去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好好啊！于老师心花怒放，那当然，脱口说了一句名言。我说：“哎，我很感慨。嗯，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，另一扇门就会自动打开。”对，女孩点点头。嗯，那破车还不修去？哎，好家伙，我这车都成这样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那个，我是一句名言啊。哦，太好了，哎。今天咱们俩认识算是有缘分哦。今天晚上你介意不介意我们一起看看月食？哦，有月食。老话说那叫天狗吃月亮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不容易，搞对象的净找这日子。是。流星雨啊。啊。天狗吃月亮啊。能许愿。九星连珠啊。对。世界末日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反正有一什么说法吧。啊，那倒是。骗小女孩上当呗，是吧？啊。说啊，今晚上月食。好。走吧，我们离开这个公墓吧，好吗？哎呦。开始我们新的生活。对，当天晚上，两个人手拉手肩并肩，是坐在八宝山西墙外。好家伙，这离开公墓了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怎么了？看月亮。哦，啊，这大伙都知道啊。其实所谓的月食，太阳、地球、月亮在一条线上。是啊。啊，有的时候它进入那个阴影里面，啊，有大有小。对，老年间不懂，说是天狗把月亮吃了，这是传说。两个人手拉手。地上放了两瓶啤酒，哎，还喝呢？你这手拿根烟，他那手拿根烟，啊，哎呀，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怎么了？看不见月亮了，挡上了。女孩问：“哎，这月亮怎么没了呢？”你看，于老师给讲，天狗把月亮吃了，多温馨。过了一会儿，哎，嗯，月亮怎么又有了呢？哦。天狗把月亮又吐出来了，给他讲了。女孩特别开心，是。这天狗也没浪催的，什么话呀？这是这么好的情绪，这怎么改浪催的了？你这不是闲的吗？这不是哈？哪儿就闲的呀？看得出来，咱们两个人情趣相投啊，这叫相投。打这儿起，你来我往，卿卿我我，花前月下，就算搞上好的都不能再好了，就挺好。终于到了这一天啊，女孩要到家里看看你的父母，要见家人了。你父亲很开心呐，是吧？好，又晃又上了。你看这就没意思了。不是，您这别老往自个儿身上揽。因为你回家得把这事儿告诉父母。当然，我交女朋友了，要带回来给您看一看。啊，应该的。你父亲点点头。啊，好吧，让这女孩上家来一趟，咱们不挑人家的工作，有钱没钱都。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呀，这个，这是你父亲啊，上家来。哦，你母亲更开心。哎呦，我都没听说。不行啊，哪儿有胡子呀？嗯，哪儿有这么长胡子？这头发，你妈洗完头甩在这儿吗？谁把头发甩到这下巴颏这儿来？好玩呗，是吧？啊，有什么可玩的这？啊，你爸也说，头发甩后边去，是吧？就是甩后边啊。老太太很高兴啊。哦，好，好，终于我儿子搞对象了。是啊，剃上了，还是有胡子呀？那上家来吧，就看看就。说了个日子啊，女孩上家来了。哦，女孩一进门怎么样？你爸爸坐那就不说话了。哟，老封建，哦，看女孩她倒害臊了。嗨，老太太高兴，嗯，快来快来，就是几个孩子？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家里几个孩子？你说清楚了。哎呀，就一个。哎，哦，真好真好，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啊。嗯。哎呀，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哎，问一问。我们家是单亲，又跟着妈一块长起来的，哦，没见过父亲。嗨，哦，好，哦，啊，这。对不起啊，啊，你什么？你妈做什么工作？叫什么呀？嗯，哟，这不能说。怎么了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做孩子不能说父母的名字，太封建了。但是我妈有一外号，她叫一枝花。这是正经家庭吗？这个，
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哟呵啊，这他这时候醒了，你这玩意儿，哎哎，叫别这样了。你们家是住前门大栅栏胭脂胡同吗？你要是说小的时候是，后来就搬走了。哎呦，哦，几号？42号。我的天哪！什么呀？这是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哎呀，你都这样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那会儿还不这样。对对，后变的是吗？这时候来着于谦啊，这时候来着你妈，上里屋把门关上，说话去了。老头眼泪都下来了啊。孩子，你不能跟他搞对象。怎么了？你爸爸跟你说实话吧。嗯，当年我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你看这事儿，其实这闺女她是我的 啊，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你瞧瞧，孩子，我对不起你啊！老头泪如雨降，难过呀。于谦这不行呀，好容易看见一对眼的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有感情，爷俩哭都不行了。是啊，老太太站起来了啊！不要紧了，于谦，怎么呢？尽管跟他交往下去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。哎，去。